那小雨呢？啊，剩我吗？是你吗？哎呦，那杰啊，克快雷要了没吗？了，快没了。杰克雷，啊，小雨克没了，这十三二个没那了，个看来是耶。没了。那我们退吗？要没了，没可以没了就退吧。对啊，东啊，西会直接结算。对啊，离开，好可惜，互杀，超恐怖的。真的，该开始玩组队模式了吗？哎，我点进去了，进来了。我点进去了，下一局啊，下一局。好。喂。嘟嘟嘟嘟嘟。哦，挥手只能挥一下下而已哦。嗯。嗯。裸体狐狸。裸体狐狸。哦，你知道我刚刚下降的地方有三只裸体狐狸在偷看。太多了。有熊猫哎、欸。对啊，我也好想要熊猫。还拿光剑。英语真好。砍他！砍他！砍他！把他砍下！哎、欸，八秒，七秒，他 ID 好眼熟，他是那个啊，开始喽，来吧，好，哦，熊猫也跳啊，熊猫也跳了，熊猫跳了，这里好远哦，对啊，我要飞后面一点，前面都很多人跳，好多樱花哦，那个啊。嗯，哇，这里就只有一件衣服。哦，这里好多人跳哦，那我再飞久一点好了。开啊，这里好了，飞跳这里，跳这里，跳这里。哇塞，你跟我同时啊？这是繁星吗？啊，是我。哦，哇，看来是小雨啊。不用敲的，对，直接砍，直接砍。不然没有，我只多一件衣服。嗯。哎、欸，有了，有人有枪啦！不要啊！继续。哎呦！哦，是干！哎呦！哇，干了！哇，干了！啊！被打死了！可恶！路过猴子揍死。哦！哇！快闪！快闪！快闪！哎，我觉得猴子好可爱、啊哦。三级甲，三级甲哦！哦哦哦！卡卡。这里。翻车。右手，小枪子弹、哎、哦，好可爱哦，蓝色狐狸，我好想他直接站着点哎、欸，那好不准哦，那个蓝色狐狸，我说机关枪啦，机关枪好啊，怎么一把枪都没有啊，右手，这一手，说圈中，我在圈内。哦，一把水，喝水的，撞你啦！没撞，没撞，没撞。小猴子，哦，不是吧？他居然打到红头了。红头，哎、理头，他理，他不理红头，他走了。哦，哦，那里有人，那是谁？哦，哦，哦，好，好多人，这里好多人哦，这里太激战了吧！剩下三十个人。哦，哦，猴子，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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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狼了。哇，这个熊熊不错哦，也是挺炮的，美卖哦。哦，下面那只买啦！哦，哦，哈哈，哈哈，在哪里啊？狗狗，试一下，我平安。我平安，我在这里还活着，我不要！啊，突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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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等下，等下，禁止跳舞牌子。我水水啊！需要绷带，需要绷带，没有绷带。嘟嘟嘟嘟。真的吗？我游戏名字都打错了。等一下。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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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打一打了，不要打我了。Super Mario 吧。Super Mario。哦，这么远啊！你呀，过一劫了。哦，这样可以赢哦！哇，你败在数字人了。哇，被数字人打死了。对啊，这些东西被拿过了。哎、欸，其实有护甲差很多哎、欸，差很多啊，很多啊，它可以挡很多伤害。对。
哎呦，狐狸打狐狸。哇！哦哇！哎呦，太强了！不要啦，嗯。炸弹熊猫，你手上一直举着一个炸弹。他在蹲人吗？还是？啊！他在等圈是不是。是他是他，哦，加油！熊猫。哎呦！土拳在旁边。哇，好可惜呀、啊！他到底在等什么？不知道、啊。光剑熊猫。上面有人，上面有人看到了。他交代好多、哦。对啊，交代有够多的。他也杀蛮多人的啦。是啦。对啊。我也好想要交代哦。哇，送太满了。交代交代交代。九个人咯，看哈基能不能把数字人打掉，这数字人超强的。他刚才拿了我的三级宝，你爆了，坏人！我想说看你能不能帮忙把这数字人 KO。哇，这个偷剪尾的臭鸟，臭鸟，有人！哎呦，哇，我鸟死了！哎呦哎呦哎呦，包夹包夹包夹！哎呦！哎呀哇！太近了吧，太近了吧！哇哇哇！他是要拿刀砍欸，他想解解任务吧？有可能哦。近战武器砍是裸体狐狸哦，反助吃老虎欸！哇，他要修好了，他护甲好猛哦！嗯，假心兽，假心，不可能是新手的操作。他搞到这游戏是新手，然后 PVG 4000小时啊！哎呦，哎呦，哇，超强的这种有没有？强强强强强！哎呦，胶带他不拿了耶，他太多了啦，拿不起。刚只拿四个，如果这是现实的话，他身上也满胶带，满满真的。把胶带他去拿，他去拿了，这口袋全部都是胶带，身上全部都是胶带。好不，熊猫死掉了，剩两名。数字人，哦哦，加油！哦，我有甩枪，甩枪！天呐！哦，他的炸弹！甩枪！哎呦，哎呦，哎呦，跳毒跳毒了！他点一下滚一下，超强！好扯哦！真的，他枪射出来声音好大！哇！太扯了，这个好强啊！好强哦！这把是金枪哎！对啊，静音手枪。哇！哎、欸，所以我们要选别的模式、啊，双人模式吗？双人，双人，那双人谁跟谁组？谁跟谁组？对啊，知道怎么分啊？对啊，要抽个签吗？来，抽签小帮手，抽签，打开麦块吗？没有啦，不用。发哪抽？抽签啊？不然奇数是不是？对啊，不然就聊天室在那个、啊、那个 general 打一到一百，随便一个数字。一到一百 ，general。在我们那个 DC 这边，嗯，等一下，我看一下 General 在哪里。等一下，前一个响一到一百，他跑上去了，他点上去了，有人上去了，查了，文字频道啦，一到一百，对，随便选一个数字，想好，好，一到一百，嗯，最接近的两个一起是不是？等一下我再说，好好好了，好，三二一。从上到下最多数字的开始往下，可是两个两个一组，所以八八跟七十五一组。嗯，好啊，我一个人啊，好啊，我一个人。三十五跟杰克，潘青一个人。哦，我一个人怎么用啊？有个填补空位啦。哦，好，空位打开就好。你把那个打开就好。哎，不对啊，那我们就是先一场跟电脑的就好啦。双人填补空位，开始游戏。邀请好友，我怎么没看到哈基的 Steam 啊？我怎么没看到你的 Steam？ 好，哎，我的 Steam， 你是没上线？可是我没你好友啊！上我上我上我上！熊熊，你要带我赢啊！熊熊，要打赢哦！老狗带我赢啊！老狗，你进来了吗？看到喵哈？我现在是没有等他们都。这样我是有选到还是？这样我是没选到的。喵哈没选啊？那所以我等一下，我搞不太懂。你那个确定上面调那个双人模？对啊对啊。好。确定上面调双人，嘿。然后那填补空位我要按，我要把它按掉，是不是？
没有啊，你去加你的队伍啊。嗯，是跟雨月一起的、啊。看你的队友是谁。你跟雨月啊，所以你就按雨月，雨月邀请你，你按接受就好。雨月应该有邀你吧？哎、欸，雨月，有啊、你再邀我一次吧。我按，我刚按掉了。OK， 有了。这样。哦。没有，不是聊天室打数字的，聊天室不要打数字的。你泄露。是我们 DC 这边啦。我们在分队啦，没有聊天室、嗯。可以了哈，进去了哈。可以了，我进来了。好，进去吧。哇，有红色斧头哎、欸。哇哦！哇哦！哇哦！打草快打满了，我才要进去继续打草。有了，进来了。小雨、啊、有了吗？十八个人吗？绿色的狐狸也好帅、啊。十八个，对，十八个。繁星跟谁一组啊？对啊，繁星你配到跟谁？那个啊 ，S O R。熊熊，他是机器人、啊哦。他很强哎、欸。他会讲话啊！他会讲话啊！他很强哎、欸！他说我很烂，我先说。你可以躺机了，对，有猫咪耶、欸，白色的，死了。他说他人蛙，你是到中间看我，我是鸟，现在这样子像鸟了吧？哦，有啦，你这样有 鸟, 有鳥，你这样有鸟了，你这样有鸟了，好像听起来怪怪的。他击标，他击标。那个小雨是不是一次直接就四个人啊？对啊，为什么我这边是四个人啊？这样子。哎，我怎么两个人呀、啊？两个啊？你们应该模式切错、哦。你有看到他们吗？我没看到他们在这一场、欸。我进来了、啊。我觉得你们切错模式了。切错了。不同场。有啊，我看到短短小雨啊，哎，小雨。哇。这样等一下，哎、欸，我跟雨月应该是要离开这里。小雨，走去玩。他们那场应该已经开始了吧？我们这场开始了。你就去玩吧。那我们就。体验一下这个一颗是救命啊哪里我跟你走跟你走那位太多人了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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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是想打草吧不行啊你倒了吗、欸、有人有人有人还没还没哦不你愿意我倒了没有跟队友跳就好啦撵他我撵他为什么看队友啊跳了吗跳了吗我不知道哦，它上面有显示，他不是跳这里吧？对，有哎、欸，右边是他。哦，我们这边一个绿色狐狸哦，杀了一个人，我能帮你耶，好难哦。我们在打竹子吗？哎呦，好喽，仓鼠球来喽！它好绿哦，太快，超绿的。哎、欸，吓我一跳，队友啊！队友会有这个？欸，应该不会。哦、欸！快快快快抓住他！要杀掉了，杀掉，杀掉！啊，你杀掉，杀掉！啊啊啊啊！哦，我完成割草机了！啊！干杯！好大啦！哇，好死啦！一个人！啊！我现在没什么枪了、啊。哇！那我们就朝东西啊，这间吧。哎、欸，为什么他们可以蹲下？可以啊。对组队模式的话，你被打死他还会趴着等，趴在地上，人家可以救他这样子。哦，真、嗯、小，哦，上面好多人，上面很多人，嗯、哎呦，好像被收获了、欸，没什么东西耶、欸。哦、嗯、哦，哦好同步、哦、那两个，有人，别、打他打他，他是打死我们的人，不过他了。捕获他，捕获他了！我到他，捕到他了！他剩下三分之一血了。哎、欸，死透啦！死透就没办法，是不是？死透没办法了。哎呦，他旁边有两个在互看，然后喝水，太好笑了！好笑、哦！这两个在干嘛？你瞬间没看到，大家都在喝。对啊，没枪啊！这都没枪，都小手枪、啊。我们离开这里好了，这里被收过了。啊。先往圈内走。我有办法救队友吗？嗯、啊，你就去靠近他救他，靠近他。按 Q 吗？要怎么救啊？按一就上面上面上面。我没有救过，我没有救过队。毕竟按一、啊。现在他身上按着一啊。按住一、啊。嗯。毫无反应。他头哎、欸，他有有有，这边有。他没有趴在地上哦。我两个，哎、欸，这两个都是这。但他是蹲着而已，是可以蹲着啊，蹲着没有脚步。哦，纸枪哎！我觉得这格林机关枪很难用哎、欸，很难用啊，走路又慢。他走路很慢、嗯，而且一开始的时候，他一段时间才会开。嗯，
哇，我们很绿的这个死了。对，换人了，他拿报纸。好可爱啊！啊，毒来了！请小心。这一队很难冲啊！靠你了，冲啊！这里好空哦。哇、哦，有人升升。哦，好远，他也打到，强哎、欸！哦，好顺哦！哇，那个手榴弹是要怎么丢啊？是，然后按就是把它瞄准丢出去，手电筒。现在感觉大家都在大混战啊！真的，好像我听到脚步声在打地。我被听到了，脚步声吗？还是错觉？圈外啊！嗯。哇，怎么那么毒啊？